当我第一次将呢一条桥卖俾我老板，你明我？喂，你唔系影射我啊？吓，我影射你？我点敢啊？你笑啦，你笑我又笑啦。孙姐嘛，超级经理人，边个唔识咧？咁你识唔识咩叫规矩？要18蚊。今晚练唔好就冇饭食，再练唔好就冇教训。我哋系好 cheap， 但系 cheap 得个冇人识。你哋永远都要记住今日，今日所受嘅屈辱，认住每一个鄙弃你哋受嘅人，同你哋有机会嘅时候，恰到佢怕。到佢尽，恰死佢！以上我所讲嘅嘢，我用两个字嚟总结，就系、是。